哟，各位呱呱们，晚上好，我是兔子阿比。最近好像配音事件闹蛮大的，所以我们动物园值日生当然要来应景一下，来个配音周。其实我之前有一阵子是真的蛮想往配音这块发展的，但后来我知道走配音这条路可能会饿死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嗯，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好？不如叫披萨外送。但披萨种类百百种，拿波里、罗马、西西里、芝心、薄皮、窑烤，还有口味要选择，海陆大亨、熏鸡蘑菇、德式香肠、和风章鱼、韩式泡菜，但是千万不要选夏威夷披萨，因为披萨加上了凤梨，会被意大利人讨厌的。先别管这个了，你听过麻辣锅披萨吗？不愧是娜娜奇，果然是披萨小公主哎。还有拉面，臭豆腐口味的。有人刚刚提到臭豆腐吗？嗯，果然，台湾人就是狂，不管是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，还是水里游的，都会第一个想到吃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勇气尝试新口味，那就别管什么意大利人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今晚我想来点那个黑糖珍珠大披萨。